大家好，我是基本嘢嘅阿欣，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哋成条脊柱嘅关节活动。我哋会处理到由颈椎、胸椎去到腰椎，以及肩胛同埋盆骨都会一起去到参与去到做呢一个训练嘅。如果大家有朋友有颈唔舒服啦、背啦或者系腰上面嘅不适咧，都会适合嘅。我哋开始啦，先将我哋嘅膊头对齐我哋嘅手踭、手腕，髋关节就对住膝头，脚趾可以掂到地下。先將我哋嘅下巴收近去胸口、頸骨，然後手發力向地下推，將我哋嘅上背拱起。呢一個咧係肩胛前引，然後將我哋嘅中背拱起，推降骨，最後將我哋嘅盤骨後傾，我哋俗稱呢個動作收 pat pat。呢一個位置咧，應該成座山咁樣噶啦，喺呢一個位置再做一個呼吸，呼氣嘅時間咧，將個肚臍縮到去盡頭，然後我哋做翻轉頭，先做盤骨前傾，將個 pat pat 向上、向後趌出去，沉低下背。推降身，沉中背，上背，將我哋嘅肩胛咧內收，最後向上望，頸伸，再做一個呼吸。呼氣的時間沉低腰，大概就是這樣。注意我們可以試下用一個呼氣就去到盡頭，在盡頭的位置再做一次呼吸，之後做回全頭，這樣就為之一組，可以試下做5組一下。大家好好練，加油。